就是日和均量，呈现玫瑰花的好气色。每瓶的精度蕴含了3000片的新鲜玫瑰花瓣哦。好，接下来是 SQ2 的护肤精华露。第三个是我们迪奥的香水，它的前味呢是佛罗群岛的伊朗伊朗，散发迷人的花香还有果香的香调。中味呢是大马士革的玫瑰，最后呢后味是这个茉莉，非常香的茉莉香味。接下来是许飞豆资生堂的红颜及活露，那它加强了肌肤自然的防护能力，使肌肤呢可以自我修复维持美丽哦，由内而外可以散发出美丽漂亮的光泽。最后一个是我们雅诗兰黛特润超导修护露，它是我们全球畅销的特润超导修护露，可以让肌肤停留在25岁哦，25岁的巅峰状态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家电的开胃前菜，首先是我们膳魔师苹果原味锅。可爱的苹果造型呢，它可以增加对蒸汽的对流，加速食物熟成，省时又省能源，是我们膳魔师的苹果原味锅。好，接下来是飞利浦的声波电动牙刷，它的独特钻石型的刷毛能够有效温和去除牙垢，比如说像是咖啡、茶、烟或红酒上面的牙垢，它只需要一个礼拜就可以让我们牙齿变得亮白哦。接下来是罗技 UE Mega Home 系列的蓝牙喇叭，360度的音效呢，它还有很厉害的重低音以及音平衡音的音效，而且重点是它是非常的防水。好，下一个是我们日本立克特的品牌格子三明治机，非常可爱，它上面呢有这个可爱的格纹系列哦。那它的这个热饮快速可以传导设计，大概3分钟你就可以烤出美味又可口的三明治啦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我们飞利浦的美体刀，它是连细毛的这个细小的毛发都很滑熟，能够让我们的肌肤看起来很漂亮。而且呢，它是我们干湿两用分可以设计的哈，所以呢，机器在淋浴时使用呢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威胁。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次大同百货的名店，我们1楼以及9楼专柜都可以呢看得到的商品，都在我们这个首期日以及全馆的活动当中，优惠活动。好，首先呢是我们10月20号到10月26号，首期日全馆满5000送600。好，10月20号到10月26号，首期日全馆满5000送600的活动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10月20号、10月26号，一样是我们首期日化妆品呢和内睡衣，满3000送400。这些优惠呢，都是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周年庆期间拿到非常优惠、非常超值的这个活动。是我们的首期日的活动，在10月20号到10月26号，我们全馆只要刷卡或是现金消费满1万元，就加赠200元。好，接下来是10月27号到11月16号，到我们整档期全馆满5000就送500。好，我们还有最后的
要回馈我们顾客的就是我们大排档的摸彩送，那我们最大奖的就是我们的现菜汽车恩娜的精致时尚轿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件这台现代轿车呢，在外面也有做展示哦，那有我们的贵宾的都可以去观赏哦。好，现在呢，就由我们 Showgirl 发放我们今天在场的来宾的给我们的贵宾一些小礼物。好，这个小礼物是我们的周年庆的面纸。